怎么带弹幕？如果变成史莱姆的话，不知道会怎样哦。嗯，傻的啊，去吃饭先。我要做什么才能回去现实世界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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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阿丽啊！对了，是哪一个王八蛋撞我？我快点起来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能起来？难道我能起来呀、啊？这个就是一见钟情吗？可爱你，嗨，你好，我是史莱姆。Hello， 我是 Perrin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王八蛋，我就是王八蛋，才会喜欢你那么久。哇 ，Butterfinger 这样美的。是喽，我们爱冷吗？母母，做什么跟丁这样冷的 ？Perrin， 别担心。让我给你一点温暖啦，母母啊，我先去山洞那边找食物给我们的晚餐，你先休息啦 ，OK？ 嗯，好的，快去快回哦。哎，有香蕉哦。难得遇到一只那么肥的 Perrin， 肯定 EX 很高啊！嘿，他看起来很值钱，应该有很多 Danny。不，不准欺负 Perrin！ Perrin！我那么漂亮，你做什么要吓我？不可能！你们两个好过分啊！不是，浩林，那个又来了，我觉得很可怜呐、第三嘛，你们太过分了，我要吃掉你们！现在轮到你们了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们不是故意杀掉你女朋友的，你放过我们了。啊！场梦，我没有死 ，Perrin， 今天的影片很特别，因为我和 RO 仙境传说新世代的诞生合作，他们将会和日本动漫关于我转身成为史莱姆这档事合作。
Pro 新世代将于下半年展开与日本动漫 IP 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的联动，届时立木路、红丸、猪菜等动漫作品的众多知名角色将来到游戏中的米德加尔特大陆，也可以参与丰富的联动日常任务，获取联动限定的角色时装与道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，我们真的是很 enjoy 这个拍摄的过程，很好玩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玩这个游戏 RO 仙境传说新世代诞生，大家可以去下载哦，下载连接都在我的 video 下面 description box， 可以按了直接去下载。还有在玩这个游戏的玩家们，大家快点去参与这个联动，真的是非常爽，立木路还有这个动漫的各种角色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，和平祝张翰，立木路。